零跑全新 C01 对战日系三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决定就玩票大的。全场景油耗测试，底盘结构用料深度对比以及空间舒适性比拼。这个价位给双叉臂是真没想到，真舍得给啊！不夸张的说，有碾压性优势的。你们猜一猜谁的空间大？新能源 PK 和自然油，到底谁更胜一筹？